这是小朋友学校边的超市，我们买了一点菜，豆角四匪一盏，然后这有个加油站，然后这边的就是商贩，我们刚从这儿买的香蕉 banana， 这是木薯和牛油果，这是地瓜，小香蕉，小朋友在买吃的，花生，茄子，这个还有黄色的地瓜，黄色的番薯，对，黄色的好吃很多的，是吧？黄心的，我们买一点吧，可以当饭吃。